10块钱。等一下，我昨天给钱给你。啊，你也没给钱，我输了是吧？等一下。给你的口味跟我尝尝。还要真弄，还有没有啊？有，后面有在捐。手工狮子头是大的，大的是十块钱一碗，老羊羔是十块钱一碗。吃不来，那还两块，那三份好吧？两块，还要吃。
别的，别的上过。我来捋，然后从这个来捋，我把捋，他说报了把捋了就单捋。黑的是吧？俺全是黑了啊，两份全是黑了。好了吧，到右边点。啊，等了就等着呗。十五分，十五分是吧？黑的。啊。过了。黑的。黑的包浆豆腐秘制酱料，快速你能一口爆浆。包浆豆腐秘制酱料，快速你能一口爆浆。我这还是吧，几年也有，然后我就这样，你看你还行，没有问题，不然老房子打来的是老水，打来的光纤光线。这是跳的，你的那个这个脖子单独放了啊。哎呀，这个也拍了。是一共四个字。你今天卤了多少只啊？我看感觉这样不够卖了吧？有的，我后面还有几十个呢。不停的卤着呢。有一次来的碗都没了。加量，加量，加量。他说有时候来的碗都没了。那很正常，有时候六点多就看不到，有时候快的话，有时候三点多就我们下班了。你们就在这附近啊？嗯。欢迎。姜母啊，姜母，姜母老啊。两个是一个多人，对。留着是。你买。坐的大转盘。大众母啊，我有坐的大众母。啊？对。都有的小区。二零三四、三十五。嗯。你也住一个小区？没有那么巧。你要是也住一个小区，下次来的时候直接给你发信息，我就带过去了。几大爷？多少钱这个？反正五十五块一斤。牛跟这个牛好听啊。带窝头。带窝头。哎，带窝头。评论的那个。好。前头的那个。是的。不要相信他了。八十一以后啊。就是八十块钱吧，老哥。老林不是家的。他那个两个不可以，每回他第一回买八十多，十五的又大一回，修的修的很好，是的啊，买六十块一组，其他一个同学，一个同学二十块，麻烦一下两百。过两天回家就买上个饭吃吧。我们那么多了，都买到你家去。我放了，放了。还有那种，我才不放路的，再买点钱，可以。嗯，可以。都是到了好几天了，钱就当给破店拿去就便宜了。哎，对对，我发现没事，就是这个。有签章是吗？嗯。你好，我要一个十块的，先付给你啊。哦，好。那两个呢？昆仑宴，你们昆仑宴吧，你们出来，你们昆仑宴。
我总共展示。那不跟猪蹄儿是一样价钱吗？猪蹄不一样。总共55是吧？对。要不你要两个的话，我也给你个这样子。你们几个人啊？还吃别的？我的妈呀！啊，这个叫我怎么分？啊，没事，小一点。你就接着小块就行了。20这三证。小米看一下，小米都有跟你交费啊，小米你刚看一下啊。有五块的。有。男袋子。那个。男袋子。哎，老刘家的都是这种。对。微信券55元，吃包饭来一个。这个是嫩的，这个是脆的，跟这个一样是脆的。你想吃脆的呢，还是嫩的？你买的自己吃啊，没人吃啊。我妈妈都不吃啊。我们家是要是我夫人来，她肯定要吃。这孩子他倒不害怕。走吧，回去买那个。好吧，那等一下，下个星期再来买哦。那下个星期到扬州我再来买哦。我去到东台买一个那个东西。等到下个星期，我再让你这个电话来的。好，再见了。啊，好的，再见。下次再见。一会儿我会再来扬州的。小孩子爱吃这人不多呀。我夫人爱吃，但她没来，是吧？他们那个给过了，他们那个给过了，他们的微辣。三鲜的皮看一下，三鲜都是麦当。
三星豆谁看一下？三星豆谁看一下？